马来西亚莲花生叶问的：阿弥陀佛，师尊请安。师佛在293文集《我家的鬼》提及有关马哈嘎拉护法的修法法门，弟子想请师佛慈悲开示有关马哈嘎拉五大眷属中的四大神将，就是恰扎巴拉大将、扎米扎大将、扎格罗扎大将、都雅嘎扎大将，他的四个大将，他的法相是什么形态？哦，这个问的都是难题哦。大黑天旁边有四个大将，啊，师尊讲出来。那么四个大将呢，他有特征。这个护国要叉，他的真名是护国要叉卡坎扎巴拉，身色是青黑色，一个面孔，两个肩膀，显露的尖牙，尖利的獠牙，厉声厉喝艳魔。他右手呢举着夜刀，斩断所有的艳魔命根。啊，斩断命根啊，那完了。左手持着驴去，驴去就是嘎巴拉啦，圣艳魔的血贡献给主尊的口。他骑着大黑熊，他的坐骑是大黑熊，这是恰扎巴拉大将。再来扎米扎大将，是红黑色的自在，形如罗刹，一面二背，右手呢正摇嘎巴拉的鼓，左手拿着鲜红的嘎巴拉，这个嘎巴拉的法器里面装着鲜血。再来，这个扎格罗扎大将，他是青黑色的阎魔王的像啊，青黑色阎魔，一面二背。右手正摇驴骨长鞭骨，就是拿着这个长腰的骨，左手结奇克印，眼神烈视，既能夺取焰魔的命根。再来是都雅嘎扎大将，他是黑色的蘑菇组，一面二背，右手举着赤红的长矛，左手当胸捧着嘎巴拉，身穿绸衣，坐骑是黑色的骏马。这四个神将，他问四个神将的那个姿态是什么样子。那么这是莲传上师啊，莲传上师帮我找的，找了好久才找到。这个跟这个莲花生叶讲的，马来西亚莲花生叶问到很细啊。马嘎拉就是藏密白教的守护神。